开局两个队友就肚子疼，看来这局得靠自己 C 了。喝个饮料的同时啊，看到有人想来冲我，马上到近点切换12 K。后面还有，好险好险，三个人来冲啊，差点掉血。连灭三人，直接莽过去。两个满血队友瞬间肚子疼啊，但在十二 K 面前都不好使。有脚不靠近，一枪倒地。有枪声在打架，看能不能偷一手。劝架成功。楼顶有人。房顶看到是两人，看能不能打。看不到了。队友跳了，等一下。和二号一起打掉三人，最后一人不在这儿，四号被补掉，来了波一换三。还有一个没车，那就开船进去，看到同样在跑的小伙子。临近掩体被击倒。圈外居然还有人，这波没把我打掉，等下你就进不了圈了。队友被连打逮捕，变成单人四排。之前偷袭我的被击倒，那我这么热心肠的人肯定是要帮忙补一下的。安全区收缩，打队友的想封烟进圈，给队友还击。一个独狼被击杀，枪声在坡上，想进圈只能靠封烟，看到有人直接干拉。照这情况，四人一队继续封烟前进。有人跑到树后捏雷，全是雷，掏出12 K。把这个自救的补了，还剩最后一个，疯狂穿烟，直接躲树后加血。仅有的烟雾用掉，前面是片空地，那他肯定是在伏地。摸到这个树后，当伏地魔被发现的时候啊，他就已经是带入账的人头了。再来九个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